你们好，我是朴树明，我是在日本东京福祉东京日暮里国际教会，同时福祉日本华人基督徒中心 JCC Japan Chinese Christian Center。过去14年，我一直在日本传福音，神给我这样的美好的机会，一方面就是福祉教会，另外一方面福祉福音机构，就是宣教机构。这是对我来说非常荣幸的一个事情。这两个方面的服侍有同一个心，就是爱主的心，同时效法耶稣的心。耶稣的心一直在，没有听过福音的人身上。神一直提醒我啊，过去14年的服侍里头，一直让我的心放在他们的身上。这是神的带领。我具体的内容都是在文章里头写了，请多参考。谢谢你的祷告，谢谢你的支持，求你的祷告里头纪念日本的需要。日本是很需要福音的一个国家，日本的华人是很需要福音的一个社会，求你来祷告。